那个，祖上后腿啊，后面刚才突然就被拉紧了啊，被拉紧的感觉啊，我眼前出现那个畸形格，出现畸形格的样子，畸形这个就是个巴基斯坦人，就是巴基斯坦人啊，他掩盖了他的那个，掩盖了他的那个生平了啊，他就是个巴基斯坦人啊。他就是巴基斯坦人啊，就是个巴基斯坦人，就巴基斯坦人，三个零牌啊，三个零牌，完成的日期是接收的日期是，现在的日期是2022年的7月7号啊，现在是7:51。上一例临牌，我说那个基辛格同那个巴基斯坦有关的是个接收的时间啊，接收的时间是早上的6:45啊，美国西部时间啊，美国西部时间啊，现在刚才我就突然我的那个右腿被拉住了啊，因为拉着一看，基辛格就是巴基斯坦人啊，基辛格就是巴基斯坦人。啊，就是巴基斯坦人，去隐瞒了身份，隐瞒了身份，然后，移花接木一个啊，就变了他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事情，他就是巴基斯坦人啊，他就是巴基斯坦人，啊，另外我告诉你啊，告诉你们，我在2011年的5月1号。我临牌一个江苏的一个女的，可能是抑郁症这一类的啊，临牌出来，拉登的前世是阿拉伯王子，排完以后，那个拉登死了啊，把他秘密揭开以后，拉登死了，然后在2012年的。8月25号那天，我临牌出来那个阿姆斯特朗，所谓的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呐，原来第一次人类所谓的第一次登月的造假，他说1969年登上月球的啊，实际上到了1973年才登上月球，当然。但是呢，那个阿姆斯特朗从来没登上过月球啊，所以呢，我拍完以后，把这个谜揭开了以后，就是当天拍完以后，就去吃中饭了啊，吃中饭的时候，突然间这地方阿姆斯特朗死了，我把他的秘密揭开以后，他就死了。后来呢，我回忆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同人家讲，过了4刻，我就同人家讲到那个阿姆斯特朗。死的临牌的是个，2012年8月25号，还有8月24号呢，我总是记不住，总是差一天以后，我又到书上去翻了，要翻了才知道那个阿姆斯特朗是哪天死的。后来到了美国以后，突然有天，我搞明白了，原来我临牌的日期在中国排的，虽然它是8月25号。如果美国的时间的话，就8月24号，就差了一天嘛。后来就记住了啊，后来就记住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为了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，那我书上也讲了，阿姆斯特朗，死了啊，拍完以后就死了。那个日期是2012年的8月25号，实际上他从来没登上过月球啊，这是造假。我再告诉你们一个事啊，我怎么知道阿姆斯特朗死的？阿姆斯特朗那个一定的，山东潍坊吧，应该是啊，有一个女的。来找我临牌，说他妈妈瘫痪了。哦，但我不知道啊，哦，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了。到了现场，我才问他，我说你要排什么？他说我妈妈瘫痪了。哦，我就上场了啊，哦，我就开始临牌了。上场了啊，我说1954年，
美国宇航局准备登月，折腾到1973年才登上月球。然后呢，温度太低了，油脂冻住了，齿轮卡住了，我就做了一个动作，然后一顿一顿的动作，因为那个齿轮卡住了嘛，用力啊动了一下，用力动了一下，动了一下。哎，那个人突然说了一句话，哎，对，我妈妈刚开始那个瘫痪之前的动作就这样，后来就彻底瘫痪了。哎，那个时刻，他说这个一模一样啊。后来呢，我临拍完了一个啊，3天以后，那个女的突然打电话给我，哎，老师，我告诉你，我太忙了，我没来得告诉你啊。哎，我从深圳啊回到山东老家一看，我妈妈就起床了啊，原来她妈妈瘫痪了。我临拍把这个秘密一揭开，她妈妈就起床了。这个时候我才问那个女的，我说你妈妈干什么的啊？我妈妈那个是神经科医生，神经科就是那个就是治疗这类毛病的人嘛，也治不了自己的啊。但我一临拍就解开了。我问她，那你干什么的？她说我是护士啊。你看这个就这样的事情啊。刚才我要表达的主题什么呢？我把拉登的秘密一揭开，一个拉登死了啊。然后呢，我把那个谁呀、我把那个阿姆斯特朗登月造假的事一起看，阿姆斯特朗死了。我还临拍了一个2012年12月15号，我临拍我的耳鸣的时刻，我耳鸣是什么一个样子呢？就像一个扫描员的，滋到中线偏过一点点，又回响了，滋。就这样的声音，我耳鸣呐、啊，耳鸣只要偏在这边，这边好像没有啊，所以那个好难受的，我就临拍了，临拍我自己的耳鸣的时刻，才知道一个扫描的声音，滋，中线过一点点，啊，这个去了，然后临拍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美国老鹰呐、啊，美国老鹰要踢我呀，那个老鹰是希腊的啊，他要踢我，但是踢我的时刻，我当时吓了一跳，他踢我的时刻。哪知他三脚离地，仰天晒了一跤嘛，他就晒了一跤以后，后来第二天早上一打开电脑，一条新闻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摔倒脑震荡。后来呢，在2013年1月2号，也就是那个十几天以后，我从香港去日本，在飞机上捡了一张报纸，报纸上说希拉里检查的时候发现脑后有出血啊，哎，这说明就是仰天赛道了嘛。我临拍的时候不是说那个仰天赛道嘛，全对上。然后呢，希拉里，希拉里赛道以后6天以后，国务卿的职务就没了啊。我就大概说这些啊，不能说的太多啊，就这样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